孙猴，孙猴。性命，今天要你赔的。盖棺。孙豪，孙豪。是造化弄人啊！看来你就是那个2000多年的女尸了。罢了，不想了，再想也只是徒添烦恼。可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杀人？我因情身负这恶难之咒，凡是触碰我之人都必须要死，那些人都是咎由自取。行，这几天你就先住我家吧，顺便熟悉一下现代人的环境。他摸谁谁死，会不会？你们放心，他身上那颗龙啸石大概可以抵消我的恶咒，你们不远离他便是了。自由之身不需要你来给，你尽管放了他就是。想不到过了千年，我居然还敌不过一个叶家的后人，真是一场笑话。哥哥，如果你不放了他，我今天就死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永远都得不到我。难道我让他恢复神智，我就能得到你吗？